迎收睇 LCCF TV。大家好，今集中巴经典系列主角 ML、MCW、Metrobus、都城加务都城巴士是一款后置引擎双层巴士，生产周期由1977年至1989年。买家可选择安装 Alexander 或 Northern Counties 供应的车身，亦可选择 MCW 自家车身。以当年 MCW 的车身设计和悬挂表现，可说在同期双层巴士中最具质素和最舒适的。中巴自引入 11.45 米两轴都城巴士一型 MB 系列后，感到非常满意，在疏导乘客上表现十分出色。当中巴准备加订 MB 系列时，却遭到路政处、运输处等政府部门反对，原因指中巴 MB 型巴士动接超载，车轴负荷过重，严重破坏马路的结构。中巴的买车计划触礁后，运输处提出反建议，指出以当年的技术可以引进更长的12米三轴巴士，港府修订了公共交通附例，吸引进超长巴士开了绿灯。中巴在1980年回应港府对公共巴士未来发展新政策，广邀英国各大车厂提供专为香港设计的大客量巴士，而 MCW 以短短五个月时间就宣布成功研制出两部样板巴图，给中巴同九巴使用，并命名为 Super Metrobus。新巴士使用原厂的两轴 Metrobus 为蓝本，配上第二代 Apollo 2车身，将底盘加长，再加上一个无动力的中轴，其机械布局和旧款一样保持不变。这个简单而直接的构思造就了全新12米巴士的诞生。于1981年4月26日，两部 MCW 二型车身三轴12米巴士只达了葵涌货柜码头，中巴 ML1 及九巴 3M1 慢慢从货船吊下，于1981年5月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新车移交仪式，两巴巨头同时剪彩及见证这个历史性时刻。从此12米双层巴士便成为了现在也是常见的，而中巴第二部 ML2 规格上亦有所不同，是全港首部三车门巴士，在前轴后的两车门是用来落客的，以增加落客速度。 ML 的表现，莫中巴随称在1982年再增购30部新车，后来加订12部，以配合过海隧道、南区及东区路线的发展需求。这批 ML3 至44的主要分别是座椅改为无背电硬木的座椅，楼梯改为靠近中门位置，落车门改为单一四节门，落车门两旁扶柱改用蓝色防火胶板。新车主要服务路线8、42、102、112、106、780、788等。中巴于1986年再度以1800万增购20部 ML12 米三轴巴士，后来再加订20架，以配合乘客增加的需求。这批巴士亦有一些新的规格更改，例如波箱改用 Voigt Dewar 851.2 波箱，车头路线排箱面积加大，车厢两侧设有先锋机及入气位，巴士在慢速行车及停车时会自动进行车内换气，驾驶室仪表板排位更改，车尾路线编号牌箱改为中间位置等。 ML 在中巴车队数目增至84部，中巴绝对是 MCW 的支持者。事实上 MCW 在车架结构及设计上比其他车厂优胜，例如都城巴士的引擎与波箱之间装有一个80度夹角转弯齿轮，横置引擎所输出的动力先转向比车头方向，再进入波箱，然后经过传动轴直接驱动尾轴。大多数横置引擎巴士，例如利兰及丹尼士的引擎与波箱，都处于同一条直线上，引擎动力先经过波箱，再用转弯齿轮及传动轴连接尾轴。都城的设计能够减低转弯齿轮所承受的扭力。中巴购入的 MCW 12米三轴巴士全部配吉拿六 LXCT 引擎下，其马力输出达212匹，全部配备气展式悬挂系统，即使全车满载，气展弹簧仍能承受高达24吨的重量，保持车体平衡，着实为三轴巴士的先驱者。
可惜 MCW 在1980年代末因财政问题，最后在1989年正式结束业务。最后建造的 Metrobus 是 West Midlands Travel 3124。 Metrobus 设计于1990年被 Optare 收购，其后中巴唯有转购。丹尼是巨婴 DL 系列。最后我们看看一些 ML 的新闻和车内行驶气氛感受。其中两个车辘突然间松脱，不过是没有人受伤。巴士公司和运输署都表示会详细调查今次事件的。由罗玉平报道。出事的中巴102号线巴士是大型的三轴车，下午三点半左右由美孚总站开出去筲箕湾，行了不够三分钟，去到长沙环道和蝴蝶谷道交界就发生意外。司机发觉尾轴左边的两个车辘都松了，而车辘就向外倾斜，又流出底油，行了30米之后司机自行停车。当时车上有几个乘客，全部都冇受伤。佢劲蹬啊嘛，跟住蹬蹬下，无端端架车又左摇右摆，跟住我喺上边坐最屘尾咁样望望翻落嚟咧，无端端见两个碌飞咗出嚟咯。坏车啫喎，佢坏车啊！中巴嘅发言人就解释话，架巴士有6年嘅车龄，意外发生嘅原因系因为尾轴嘅轴塞断咗，令到尾轴同埋个车辘都松脱。佢強調好少發生咁嘅意外，不過意外嘅原因就要聽日先知道。而運輸署嘅發言人就話唔會評論個別嘅意外，不過就會要求中巴提交事件嘅報告。運輸署強調，核下嘅驗車組每星期都會抽查各間巴士公司嘅巴士安全程度，仲規定每架巴士每年要驗車先可以續牌。而各間巴士公司嘅車廠都有維修組每個月驗車。無線電視記者羅玉平。
大家收睇 LCCFTV， 大家記住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拜拜。